一会儿进去少喝点啊，还有正事呢。哎，行，知道了。哎呀路上有点堵啊。哎呀老刘，咱都多长时间没见了，来来就给你喝点啊老弟。哎，那个今天要不今天就拉倒吧那个。哎呀，我让他喝不让我喝，赶紧整点吧，我都憋了三个了。对呀，喝呗，都多长时间没见了。来干一个。差不多得了啊，一会儿在车上看一眼。啊，行，那一会儿我跟他们说不喝了。哎呀，服务员，再给我来一箱酒。那个不喝了吧，店里一会儿有车坏了，我得去看一眼啊。怎么的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就是你那酒量，没有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不得好话。那喝呗。那个，今天你们哥几个较量较量，你把电话给我，我去给老板请假。啊！我来吧，你听我话，没事，我听我的，这回我来，这回我来啊。姐，那个楼上666多钱？666买完了，那桌单买完了已经。啊，谁买的？那个美女买的。老刘啊，真羡慕你。刚才你付的钱啊？那不然呢？你咋不进屋坐着呢？让你喝你就喝，顺便往上爬。平常也没见你这么听话呀。那不是你给我面子吗？那人家话都说到那份儿了，不让你喝不扫兴啊？那你说我两句呗。我压在收拾你。Come on.